说实话，这些我觉得我能挑战，技术到位了，不可能输。输了我也有我，不可能。这最后这大哥实在是你就感觉像比我上一个那个段位，他的球带旋转，我以前跟谁打过带旋转的球没到那个水平，看起来他说他不太会的样子，实际上把我虐得体无完肤。这样，是吧？球是圆的，懂了。打这点，所以就是这样这样下。我觉得啊，就我现在这个技术吧。在这个公园里啊，不能说顶尖，这绝对算不上，但是你要说有个中等水平肯定是有的，甚至可以偏上一点点。刚有两个那个婆婆不是还拍我，他们不会把我发到他们相亲群里面去了，我才17，别一会儿我看他们偷偷的拍了两张，别一会儿这个片区里的那个人都认识我，一问就是什么乒乓球打得挺好的一个帅小伙。这是我惨败的地方，今日我必将东山再起。看我走路都非常霸气，今天找了个风和日丽的下午，必须让他们都记住我的名字，把我的名声在这个地方全部传开。您打几年了？7年了。哎呦，我是做的好的。哦。上高中，马上高考了。啊。学会了也是一项技能呗。是。去打那个。上大学要去当那个社团的王者。哦，在那儿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小伙，谢谢。
下次见，下次见。